是成为附庸星球还是奴隶星球，我给你们12小时考虑。那我便燃尽最后一丝灵魂。此物非同小可，你悠着点吧，飞船马上要达到光速了。星际舰队就驻扎在火星上，在这囚笼间我没有恶扰气，从现在起你们就是我普罗诺兰社的奴隶。无论时空如何轮转，无论相遇几亿光年，巴巴塔这小子果然对我们操了一手。获得这件商品的强者可以随意决定地球人类的生死，看来我们无法用温和的方式达成交易。启动基地防御系统，人类的希望全在罗峰一人身上，我也退无可退。6 5 4 3 2 1，犯我地球者诛。